日本咧就我自己最熟嘅一個國家嚟嘅，咁反而我從來冇寫過日本咯，我出咗14本書啦已經，同埋寫專欄都寫咗將近10年啦，我都從來冇寫過日本，有原因嘅，因為日本好難寫嘅一個國家嚟嘅，大家太熟悉佢啦，而香港仍然都係好熟日本啦。係如果係有一個有 discipline 嘅人咧，管理時間好啲嘅，我即使係 Soho 都好啦，我而家朝早都係6點起身，跟住跑步食早餐，我差唔多7點就開始開工做嘢噶啦，我夜晚係唔去應酬嘅，所以其實我可以好早可以 keep 到，譬如話係10點零鐘。11點之前一定瞓覺咯，所以我瞓到6點零7點醒，自然醒嘅，跟住我就去跑步啦，然之後開始寫稿啦，然之後如果你係有個好 discipline 嘅生活嘅話咧，其實時間分配係唔係太大問題咯。即係對於知識嗰份嘢，我都係好好飢渴嘅。任何嘅地方或者一個唔識嘅地方、唔識嘅語言或者唔識嘅宗教，我都好興趣想了解點解會咁樣嘅，我好想掘落去嘅。咁因為我出身係一個好窮嘅家庭啦，咁我到自己即係經過咗差唔多20年啦，跟住就自己開始有一個叫中產啲嘅生活啦。我覺得個 variety 好多㗎，即係由魚蛋到卡比亞我都食㗎。你 lifespan 闊啲好啲，你淨係得最貴嗰 part 咧，你從來冇喺街邊篤過魚蛋咧，我覺得人生有啲缺陷嘅。你一世都篤魚蛋咧，從來冇食過美芝蓮啦，冇食過咁靚嘅蟹啦，冇食過啲咁靚嘅卡啲啦，咁人生都有啲缺陷嘅。咁你如果係兩邊都做曬咧，即係你由5蚊到5000蚊一餐你都食嘅話咧，嗱咁就 very good 啦。不過我又唔會忘記，即係我始終都係由低開始做起嘅。